只能有一个一个，这样才不会怎样。比如说有人啊，我那个日本跟大陆都很喜欢，都挑最喜欢的那个，这样不行，就是一定要区分出来。好，区分出来，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很轻松达到像刚刚的那个统计结果。好，统计结果就可以像这样子，这个是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，哎，名额满了，那个选项就不会出来了。比如说，你看一下这里，哎，我们要户外教学活动，那这里名额，哇，很显然，我本来有第二跟第三梯次，刚刚有老师报名完了，所以有没有二跟三不见了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单，二跟三，这，这，好，你看，在这边，现在你所看到的是这个，一二，哎，一四。那我们看回复有七个，一二有没有三个已经满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可以看个别的，到底是谁选的，有没有？第一梯次的，这样这样，是不是都在里面？这样您了解的哈。所以像这样的话，其实我们在控制，就是这些内容就相对比较方便。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呢，像这个就有用到一个。我们刚刚跟 Google 文件一样，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叫做外挂程式的，这里有多一个，好，有用这一个。那您可以从右上角那边，右上角这里，可以，有没有外挂程式？好，您就可以搜寻这个关键字，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去设定。好，那详细设定的这个使用方法的话，您可以参考一下，这边有一篇文章哦。我在教材排列上都是上面是说明的文章，下面就是直接练习。所以您看上面这个有没有说明？下面是练习，这个是说明，下面是练习，这样了解吗？您可以到那边参考一下，好，可以参考一下哦。好，